欢迎收看播放清单。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非常特别的来宾，第一位呢就是最近发行新单曲，还有我们的狼人杀女神雨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农。我最近发行了最新的单曲《下单我的爱》，是跟谷歌一起合唱的。这首歌就是 MV 里在演一个谷歌是一个外送员，然后他要送饮料给我，但是我想要小乐送给我的一个爱情故事。已经上线了，对，现在都可以听到，也可以赶快看完这支就去看 MV。第二位呢，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你的我们的固定班底，但他今天是以歌手的身份来参加这次的企划。今天完全不聊色，平常也没有在聊色，聊色都是我在聊。好，欢迎索恩。为什么今天要找你们一起来嘛？因为你们都参加过选秀节目。对，只是两个结果不太一样。他是16强，他是16强。那我们要进行下一个游戏环节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。第一个游戏就是我会讲一个关键字或词，然后你们要轮流唱出含有这个关键字的歌。第一题就是爱你，听起来应该蛮简单的。不。好，那你输了，你先。爱你不是两三天。好，那换你。就这样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多一点，让了心甘情愿，爱你。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越累了也爱你。你不行，要干扰我。能有什么啊？我爱你，你爱他，他爱他，他爱他，你爱我，我爱他。他在干扰你，他在干扰你。你敢骂我？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干扰你？快回到我身边。我喜欢你，爱我的心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第二题喽。可以，我不怕。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差一小时好吗？好，你说的吗？他静悄悄的来过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慢慢在做什么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不爱我。我已经想不到了。你刚刚才跟我唱一个小时。他不爱我。哎，不是同一首吗？不是，不是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同一首。你唱的是什么？我唱的是莫文蔚的。他唱的也是莫文蔚。我爱你，你爱不？你刚刚唱过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好难哦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比较想说难？你要求救吗？求救。有一首是那个李圣杰唱的。啊，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干你好。我们冷静，我们安静啊。就压力。我是我，他是谁？我是他。有吗？我是我，他是谁？我是他，他是我，我是你，你是谁？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，但好像有点谁谁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我知道。我是你输了，想不到了。你认输了，是差了一小时好吗？第三题，饮料，只要是任何饮料类的都可以。石头布。我怎么都哎、啊，那、欸、你先，好，我先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之中。哎、欸，你很强。好，我想到一个。来。泡咖啡让你暖手，想当当你心口里的风。咖啡超多的，卡住了，等一下，超多。哎、欸，我想到。没有，我没有想到。会唱的杨培安那个台湾啤酒。好，给你过，我看你还可以撑多久。明明是咖啡不加糖，你们都吃喝咖啡吗？还是懒洋洋。好，想不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太快了。哎、欸，有一首超猛 ，Q O O 有中国就真好喝，喝的时候酷啊，我连我，爱你。好，一个老歌很适合你，刘德华。不是就是讲爱你吗？给我一瓶忘情水，让我一生不流泪。OK， 啊，这明明就没有麦，然后习惯性的，我已经想到了，气场给震到了。好，来你。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，我说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很好听，多唱两句。不能说的秘密怎么唱？那咖啡离开了杯垫。哎、欸，你这是太大提示了，真的。给你过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。哦，可乐终于出现了不同的一点。有。好，我还有一题必杀的绝招。来，我接招。
只被分离并产生你的爱，也代表我会守护着你，不会不分开。下单我的爱。还有吗？你还有吗？又投降。第四题，雨，哪个雨？雨天的雨。那这什么呢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谁能体谅我有雨天？所以情愿在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。太快了吧！这样节目不够长啊，守恩。那你可以再想一下周杰伦吗？那你刚刚还有唱过。窗外的麻雀完了。不唱，继续啊！你只会这句。在眼前感伤多醉。你说这一句，它也有夏天的感觉。手中的纤巾，在世上。还有雨。你请唱他副歌。是我的水球大雨。还没，还没，你还没唱到副歌。了解初恋的笑，我就这样被我背叛。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才的石头墙。你说你喝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，雨下的夜。好累啊，你要倒多久？哎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大这什么难？大雨大雨下雨不愁，你有雨伞，我有大雨伞。这个叫做顺口溜，好不好？雨爱你的秘密难以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好了，给点时间。好了，给他一次。第三题。好，第一题。我以为我能后退，反复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。啊，我好像知道一个。What the fuck is this？孙燕姿的逆光，答对了。下一题很简单。好，来。什么原因我竟然又会遇见你？你不会？有人有答案？啊？还有答案？还有答案？庾澄庆，情不自禁。哎，我的解答呢？他打错了。思绪不断阻挡着回忆播放，盲目的追寻仍然空空荡荡。有听过？思绪不断阻挡着回忆播放，盲目的追寻仍然空空荡荡。歌手歌名？还在想，想不到就要结尾，结尾。可是我想不到了。下一首歌名？是我忘记。想回到过去。周杰伦回到过去，白马溜过漆黑镜头，潮汐袭来浪花震动。我已经想到了，继续吧，我想不出。你再想一下啦，你再我唱给你好不好？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他让你快点，他还没唱，你要让我，你好可怜哦。带我走，谁的？怎么乱想让你都没问题？你们不知道是谁唱的啊？曾经唱过的歌，分享过的笑声，在心中不断拉扯。林俊听过，我想到了，为什么那么快？好快！很打，为什么张惠妹掉了？一定有别的歌也是这个歌词？不是不是，那不然嘞？你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阿密德，不是张惠妹，阿密德，这首歌不是收录在张惠妹，是收录在阿密特，收录在阿密特。阿密特跟我很熟了。那你认识张惠妹吗？我也是。亲吻过你的脆弱，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。哎，这个好熟。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。五、四、三，都敲了还想不到。一，我以为你想到答案了，结果你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萧敬腾，原谅我。而且你刚刚是出来的。让你想那么久，对啊，就随时想三分钟。没什么需要被原谅，我笑得有些牵强。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假装不难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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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都知道，然后就想不到歌名。啊，
小雨，终于说出口。大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进入惩罚环节啊！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游戏吗？没了，你玩不够是不是？没了，我没有办法翻盘。你已经输了。对，那我们那个奖励已经送到了，我们的奖品，那就是我们的下午茶一份。嗯，好，我们的惩罚呢就是神秘的。那么久啊，神秘的 shot， 这是应该要稀释的，这是一个礼拜的那种。哇哦！其实这首歌写完蛮久的，这首歌大概是两年前吧。然后是因为后来跟谷歌要合唱，然后他就说，不然我们来就是改编一下这首歌这样。忘记那时候是为什么，然后反正我就想到凤梨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想到凤梨冰茶，然后凤梨冰茶我们就把整个 MV 的。画面都想完，就什么外送凤梨冰茶什么的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是从 MV， 然后再去修改词曲这样子。凤梨很是夏天的代表。OK OK， 有种消暑的感觉。抓住夏天的感觉。对对对。然后因为这首歌它原本整个就是一个很适合只能在夏天发行的歌，所以才拖了两年。因为今年夏天不适合，它是明年夏天。哦，就又要等到今年的夏天。我第一份工是烧肉店，就是要搬那种。柴火很重的火炉的那种烧肉店，完全不像你会做的事。真的很重，可是我想象中应该是你所有同事男同事涌上来说，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打工那边有这个云龙这样子，那当然是叫我班吗？然后后面也打超多工，饮料店我就打三家，然后文具店、游戏客服人员，我遇过一个上班族，然后他也送过我一个就是金沙。金沙花才高中吧，那我就觉得，好可怕，好真的。至少送个金子吧。啊？那个后置帮我上那个捂脸的。心跳渐渐加快，望着那片窗外，屏住呼吸，偷偷掩饰我的期待，被动的我无奈，在等着你送过来。Baby, you take my breath away。 下单我的爱，那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听这首下单我的 爱。对，现在 MV 也可以看到了，在 YouTube， 然后最近已经上了幕后花絮。哦，还有幕后花絮可以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因为除了谷谷跟小乐，还有三个神秘嘉宾，就是先不说，大家去看就知道了，到底是哪些神秘嘉宾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支影片欢迎在下面留言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那我加码一题，你们知道什么歌词有唱到地名？梁静茹她勇气也有唱到地名吗？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。你这唱到了，唱到了。哪里？肯定。谢谢。